如今呢，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呢，作为超级替补呢，他的发挥非常的好，发挥的非常的出色。现在是多少队发动进攻？非常的精彩。多少队？老莫两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。现在如今控球，如今进攻，妙传给篮下，成功反超好。现在欢迎当中多少队？好多人非常想获得本次的比赛的胜利，不但用手还用脚，非常厉害。有没有队有没有打成一次的快攻呢？好，巡演，